啊，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各位菩萨，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那么我们接着昨天来学习，因为在学这部经之前呢，我们要来介绍老师啊，本师释迦牟尼佛，还要介绍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佛的一代十教，这个五十说法。因为大家要是对他不了解的话呢，我们学佛可能就把中心呢给丢失了啊。他目的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就丢失了。那么我们会就造成了盲修瞎练，或者是迷信啊。那迷信迷法也是迷信啊，不会用法是迷法，这也是麻烦，这法执嘛。要怎样发心学佛呢？我们要这样的发心学佛。只要众生得安乐啊，再苦心甘情愿，我们要行菩萨道啊，要这样发心学佛。想到自己苦算了，就搁浅了啊，就不想学了，那么那还是不行的啊。你这个菩萨呢，要回小向大，说我们每天发心诵经啊，修行啊，都回向啊。那回向是干什么呢？就是回小向大，自己的苦不算苦啊，众生的苦是真的，我们要帮助众生离苦。我们一发心呢，帮助众生离苦呢，那我们自己呢，那个我就没了啊。所以我们大家不知道怎样来发心，那诸佛菩萨就是无我的啊，无我无法的，他为一切众生呢，那就是大心啊。我们是凡夫心，这个凡夫心呢，念念都有我，所以我们就在生死轮回里面啊。菩萨道成不了啊，有我呢没有办法成菩萨道，必须能人能计啊，才能成就。讲经嘛，这些常识呢，我们每个人呢啊，要发心弘法利生的都应该知道，要不然呢，佛的慈悲啊就不能显示出来啊。我们尤其是我们是发大心的，要弘法利生的啊，你现象你就是要度众生啊。每个人发心都说了，第一刀断除烦恼啊，第二刀是修善法，第三刀愿度众生，每个人都是这样发心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佛法演出来啊，表现出来，因为什么？哎，我们有我啊，有我是没有办法做菩萨的，做佛的。就众生的迷惑份上来说啊，我们的心正好是与佛心相悖的啊。我们有我，佛是无我无法的。正好与佛相反，我们的心因为啊建立我了，每天不离开我，为我贪着好的啊，嗔恨不好的，憎爱交替心中，这两种心啊，有憎恨啊，有贪爱，这就是情啊，凡夫迷情。佛菩萨呢是智，我们是情，智呢就叫相应的，情都是相悖的啊。这两种心呢就是生死的黄性啊。诸师大德说了啊，佛也在经里讲，黄心歇处即菩提，黄心歇即菩提。这黄心是什么？就是爱憎这就是生死的心。在心里呢，这两种心在心里不停的生住异灭啊，包括我们在内，地审观察虚妄心行，不离憎爱。这个虚妄的憎恨呢、啊、和爱欲啊，贪爱啊，爱情啊，这是虚妄之心，不是真的。一
因为我相没有破除，唯我而贪爱这一切，为了据为己有，就巧施设计，使手段。我们在这个世间，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搞过经营，也做过活计，每天都是这样的，使尽心机，甚至呢，还会危害杀生，这些就是贪嗔痴性。你看我们的清净佛性起作用迷了，就变成贪嗔痴性了，变为生死体了。贪爱心得不到满足反而就嗔恨那个嗔恨心哪来的？就是我想贪得不到，就是嗔恨。嗔恨心生起来呢，就要危害要打，要骂，要杀这就是杀盗淫妄。所以嗔也是贪，是贪的另一种形式。这种憎爱交替心中，我们的心里没有其他的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光明来了就没有黑暗了，黑暗没了就是光明交替心中不停的一会儿爱一会儿恨这就是纠缠不清我们这个世间就是这个爱和恨，没有别的正爱常养无明，无明就是我们这一面心这一面觉就是破无明，一面迷的就是无明有正和爱就是无明，在这一切时处不停的生灭有爱有恨，这就是无明生起来了爱就是贪的意识，贪心的力量这种忘情失惑使我们不停的伤心中风禅师说了，诸苦尽从贪欲起不知贪欲其何就是个贪心，贪心生起来，这个爱一生起来，这个贪心就生起来了这种贪心的力量使我们的忘情失惑呀，思想不停的在作用就是伤心。我们要知道这个贪爱的心如果得不到贪爱得不到，就起大烦恼和嗔恨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贪了，一切无所求了，那么虚妄的心行就不得建立他就没有力量了说贪呢是生死轮回的动力。说我们为什么会生娑婆世界呢来到这么苦的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呢生的贪憎恨贪爱这个动力给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爱和憎啊都放下了，都看破放下了心无所求了，那么我们的虚妄心行就没有办法建立了这个假象就被破掉了，它也没有力量了我们要知道这个爱憎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长的也不是别人给你的都是我们向外贪求来的。你有一念心向外贪求，执着我还有法那么这个虚妄之行，虚妄的心行就生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从内从内里面熄灭一见熄令灭，让这个爱憎的心呢这个贪念呢熄灭令心停下来这个狂心歇，就是它停下来令心不停的生灭，就是这个贪爱向外持求造成的。
啊，这个贪爱啊，是嗔恨的这种妄行吃货力量和作用的，使我们的心啊不停的生住意灭，啊，心不停的生住意灭，不停的起现行，说明为苦啊，说明为业，说明为生死，生死罪业痛苦都在心上。所以佛法呀，它是心法啊。我们学习一切法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要降伏其心啊，就是你这个憎恨呢、爱欲的心啊，就是贪心，使贪心降伏啊。整个的过程就是啊，降伏其心，将这个妄心转变成真心。所以佛让我们断掉啊贪嗔痴性。生死的狂性啊，这样妄心自然就降伏了。所以我们学这部心经干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照破啊，照破这个爱憎呢，它是假的啊，它不是真实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就能照破是空相啊，就是爱和憎呢、憎恨呢、贪嗔痴啊，都是我们这个真心所现的的影像啊，不是真的啊，是念头。这个念就是妄心，它是假的啊，它是不可得的。这是从内呀、绝了，内明了。佛在经里面说，其心若伏，要能得到降伏，要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一切皆伏。我们本师能人能记。啊，上面昨天跟大家学习了啊，说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三藏十二部教典呢，包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我们本师宣扬的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啊。一切法本来无我啊，这个心经上面说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的六根啊，色身六根都没有，但是众生把它当成真的了啊，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色身跟六根呢当成我了啊，去妄想执着啊，每天为他不惜向外去危害。我们每天就是为了这个身，其实六道的众生都是这样的，上升天了也是我在享受，享福吗？享天福吗？啊，下地狱呢是我在受罪，啊，那受的什么？我造的恶业，受我去受罪，啊，享福呢是升天，也是我来享福。其实危害到别人吗？哎，危害的是自己，啊，我们起心动念为我去伤害别人，其实就是伤害自己。大家学了佛法明白因果了啊，有害到别人吗？哎，就是害自己。无色声香味触法，无有六尘，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啊，就是没有妄心。六识之心就是妄心，受想行识这四种心法啊，这都是虚妄啊之行，就是假的。众生迷情啊，老是想到我，离不开我啊，离不开我就走向了反面。阿罗汉呢，哎，就是走向归依自性的觉道，那叫正觉。那我们呢，一念迷惑呢，就走向了六道轮回啊。有我，你就投向六道轮回了。无我呢，才是走向解脱。要想得利益啊，想好，无有是处，因为我们有我呀，正好是跟自性是相悖的啊。要想得到真正的利益呢，得离我相，那就去破除我执，才能够出三界；破除法执呢，才能够出离三界外的变异生死啊。
我们说的这个我呀，就是超越我和非我的，在我的这一法上，没有我和非我的妄想执着，啊，就能在我这一法上平息心上的纷争。我们每时每刻的思想都在斗争，为什么说我们修行人这么难呢？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我执特别严重，啊，我的床，啊，我的房间，啊，这个我的那个我的，啊，然后呢，这就想啊，这我的东西他哪儿去了？他用了，我的地方他占了，你看这不我在斗争吗？我自己在起心动念呢，啊，在心上起纷争，啊，就平息不了自己。和众生之间呢，啊，也会有纷争啊。我们用这一法可以发起这一法的全体大用，啊，为我所用，但是妄想执着，啊，它不行，就它不行。佛说啊，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你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就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像我们穿衣服似的，啊，穿好衣服啊没关系，穿坏的衣服也没关系。那穿衣服是干什么呢？是为了遮体，啊，遮挡身体，抵抗严寒的，啊，不要去分别它。如果穿上一件衣服，说这件衣服啊很好啊，好看啊，很适应潮流，欣赏爱惜就贪。在这上面就发起了，妄想执着这个性，啊，就说我的衣服真美啊，啊，然后你就，非常喜欢这些衣服，啊，这就是妄想执着了。反过来呢，就被这件衣服所系缚了，啊，我们为什么说学佛的人，他没有什么嗜好，啊，没有什么好的不好的，他心是清净的。如果你有好的不好的，就是对立的，相对的，有好就有坏，啊，有善就有恶，有是就有非。所以我们穿衣服啊，它不要被衣服给系缚了，就是心老想着这个衣服，啊，就被物给缠缚了，啊。我们跟人在一起呢，我们也要把人看破，啊，人会死的吗？你也不能总念着人，啊，你找相吗？找人相吗？不要做好想，也不要做坏想，啊，不是不穿了，啊，衣服，啊，这衣法呀必须穿，这衣服必须要穿，佛还穿衣服呢，这是世间的常情，啊，是说不要在穿衣服这衣法上面起惑造业，啊，你看我们世间人呢，他就被这个穿衣服啊给障碍了，啊，那么我们穿的是动物的皮，啊，众生的皮，众生的衣服，那你给穿上了，你就结了个缘了，结了个染缘，啊，渊源，啊，那我们总喜欢好的，啊，讨厌不好的，啊，好的你放不下了，你喜欢放不下了，这就是心被物所系缚了，啊。妄想执着好，执着不好，啊，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发起衣服的全体大用，啊，为我所用，啊，给我们发起利益，就被他障碍了。不在衣服上随执一边，也不执着它好，也不执着它不好，啊，在衣服这一法上，这种事物上面。啊，起惑造业，啊，建立无边的生死。我们这个世间人就是衣食住行，为什么说我们要向三宝学习呢？释迦牟尼佛呀，这一生就是啊一个钵，啊，三衣一钵，啊，在穿上面没好没坏，啊，我们是佛的学生啊，要跟佛学。为什么你分别好坏，哎，你要追求牌子啊，那你就是世间人了，啊！你修行人还追究牌子吗？那不跟世间人一样吗？因为是不分别的，不执着的，
也不妄想好的啊不好的啊，这就叫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里没有这些，有了就是染污心，我们要返染成净，返染污回归清净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怎么做的呢？要穿粪扫衣啊，就是说大街上人家扔的不要的拿回来补了，摆那一穿干什么呀？破相，叫你破除你好和不好的这个妄相，这假相啊，使你心能够清净啊，不被外尘的境界所缠缚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做到那样呢，那大家都会诽谤的啊，也有穿的这么穿的。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听后呢就会心开意解，心明眼亮啊，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啊，心里就不迷闷了，迷惑了啊，更没有依法可得啊。破我呢，就了了六道里面的分段生死啊；破了非我呢，就了了三界外的啊变异生死啊。释迦牟尼佛是人啊，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圆满觉悟的人。他所说的法呢，就是让我们一切众生破除我还有法，有我法二执啊，都要破除，回归本来的清净。这依法也不可得，也不要妄想执着这依法啊。你妄想执着，心里还有依物啊，你一执着了就有物了啊。物就是人事物，五欲六尘就是我。有一物就有一面，心境缠缚覆盖了真性，还是不相应的。所以我们学佛呀啊，一切时一切处心要清净。什么清净呢？就是心无所住，于一切境界上面能够断恶修善，能够回归清净啊。离相就正真啊，即相离相就是时时都能现象，但是不要着相啊。佛法是开解啊，开解生死系缚方便的办法啊，就是帮助我们啊彻底脱离生死轮回的办法。生死的轮回的这个结呀，解开了啊，就不要执着这个办法。有很多人说哎呀，我都诵经诵几千遍了，那么你诵经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让聆听佛教我们怎样啊，远离颠倒梦想啊，回归自性的办法啊。你不可以执着法啊，你要按照那个法去做啊，就像过河似的，过了河就要把船放下啊。你在老想着那个船呢，背着那个船呢，那就是负担，就是障碍。那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总想着过去啊，总想着未来啊，也不知道当下是千流变化的，当下就也不可得的啊，刹那刹那的生灭的变化的不可得的。所以与我与法都应该做如此想啊，因为我们众生在迷啊，对于佛法呢不能开解啊，认识啊不认识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开示教化我们啊。我们下面再来了解啊，这个护明菩萨智护护他啊，就是佛呀，他是怎么成佛的啊。我们的本师即护明菩萨，我们本师来到娑婆世界以后，化名释迦牟尼，在没来之前做补处菩萨啊，即护明菩萨啊。我们都要了解这些啊。你要学佛，这些都不了解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佛是怎么成佛的啊，他是什么原因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我们先来学习这个补处啊。
补处这两个字呢，就是在我们本师之前，在本简洁人寿命两万岁的阶段啊，是迦摄佛乘愿来到我们娑婆世界摄教的。佛摄教经历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啊，在迦摄佛的法灭后，这个世界就无佛住世了啊，就是没有佛在这个世间弘法了，就称为空劫啊。因为有善根的、有佛种的啊，应该度化的都已经得度了，剩下的这些人呢，不接受佛法的教化，佛法住世间的啊，这些人呢，不相信毁谤啊，诽谤毁灭，所以迦摄佛给我们本师授记说：“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啊，所以我们本师在注解中的第九小节半，人的寿命百岁阶段，乘愿来到这个世间摄教。这个补处啊，就是等待后补的意思啊，继续迦摄佛的法啊。释迦牟尼佛传的谁的法呀？古佛说的啊，使佛法能够继续住在世间，普度法界有情啊。中间间隔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会间隔呢？啊，不是佛法不住世了，而是众生不堪于接受佛法了。为什么？心迷惑了，啊，浊恶染污了，啊，没人护持佛法了，所以佛法就灭掉了。啊，我们本师在众生机缘成熟、堪于接受佛法时，又来继续迦摄佛的法。这叫做补处啊，来补迦摄佛的位，来住世间弘扬佛法啊。补处菩萨，我们本师住在我们娑婆世界的第四天，就是高率陀天，这是诸大补处菩萨所居住的地方啊。观察我们娑婆世界啊，十方世界，说哪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机缘成熟了呢，就到哪个娑婆世界去摄教啊，去教化众生啊，补过去佛的法，就叫补处啊。他们等待机缘啊，不是佛呀不来到世间，我们这个众生的机缘不成熟啊，他不信你说的话啊，不信佛说的话，就是佛来了啊，也没有办法教我们啊，要看我们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那么佛菩萨才来世间教化我们。像弥勒菩萨呀，也住在我们娑婆世界的欲界的兜率陀天。释迦牟尼佛的法经过正法、相法、末法以后，法灭了啊。等众生机缘成熟了，第十小节简洁弥勒佛乘愿来世间摄教，补释迦牟尼佛的位啊，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入灭了啊，这个时候就没有佛了，没有佛住世间了。等那个末法时期以后了，那就是空了，空劫没有佛。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弥勒佛再来，那个时候呢，度谁呢？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发心出家，大家一定要给他机会啊！我学佛这么多年了啊，我看哪位要发心出家，我都非常欢喜。为什么？我是护法，我就会护持大家。哪怕你出家一天，也随喜功德啊！你不出家来道场学佛，我们也非常欢喜啊！谁的谁来，我们都接受，都接纳你。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啊，有这个缘啊，有这个跟佛结缘这个机会，但是他不学啊，过几天他又溜达了啊，又走人了，又回去造业去了，或者在道场里
在道场里面他也造业，为什么？他有善根，但是他没有福德。为什么没有福德呢？他听不懂，他坐不住啊，他有业障啊，他有业力，就是他有爱正这个心啊，这个烦心他没死，烦恼没断，只能种个种子而已的，结个缘而已的啊。为什么说我们要开这个三皈依的法会呀？这个传戒的法会呀，出家这个法会呀，出家也是法会啊，出家也是法会，大家来参加出家的法会，种上了要成佛的正因啊。如果我们今生不能得度呢，等什么时候呢？啊，就等弥勒菩萨来到这个世间设教的时候啊，他来度谁呀？弥勒佛来度谁呢？就是来度我们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时期种上成佛这个因的众生啊，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因缘就成熟了。现在呢，你在道场里面呢，你不好好修行啊，那就等到56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降生了，那个时候你去成佛去啊。时间长不长啊？不长。弹指一挥间吗？567000万年也是一刹那啊！你说就我们就这迷了以后得那么长的时间，那还有数呢，567000万年，要百千万亿劫呢，拿劫来计算呢就无量啊。那无量在哪里呢？就是受苦去的啊。说弥勒佛补释迦牟尼佛的位，继续释迦牟尼佛的法。大家说释迦牟尼佛的法是谁的呀？迦摄佛的。迦摄佛的法是谁的呀？都是古佛的啊，也是代代相传的啊。在龙华树下三会把释迦牟尼佛的结缘众度尽无余啊，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结缘众。要知道自己是谁呀，对不对呀？在哪儿种的结的缘呢？种的成佛的种子啊，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发心出家的啊，我们发心成佛的啊。但是我们这些菩萨们呢，不等那么长时间了，今生就成就了，好不好？然后我们成佛就度众生了，今生成就，今生就度众生啊，生生世世度众生啊。要是56亿7000万年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哪儿了啊。这就是补处菩萨的意识。我们本师五始劫前就是已经得成无上的觉道，就是圆满成佛了，住在刀率陀天的内院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以果地觉行，觉以果地觉行因地事啊，就是带果行因。他已经就像说我们这个佛呀，已经像教授一样了，但是他又回到那个中学、小学、高中、大学里面去又教书去了，他已经证得那个圆满的果位了啊，又回到这个学校里面教书了啊。那么佛已经圆满成佛了，在刀率陀天等着呢，等着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机缘成熟的，他就来了来度我们啊。是以果地觉行因地事，带果行因啊，现菩萨相，就是为了来设教的，给众生做示范的啊。如果不是为了普度众生啊，佛早已成佛了，用不着来到娑婆世界，来到这个世间设教了。来到这个世间，他要经过入胎、降生、出家、修道啊、转法轮、入涅槃这个过程啊，这些呢都是给我们众生做示范的啊。我们要对我们的本师啊释迦牟尼佛要了解啊，是来给我们做示范的。让我们向本师学着做。为什么说你学佛你就要常随佛学呢？那佛是怎么做的啊？这个成道的过程我们跟他学。
他教我们怎样成佛的方法，我们要听话去照着做啊。按照佛所说的、所示范的去做，就可以走出无边的生死啊，究竟做佛了，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就恢复本来的面目了。我们本师在来娑婆世界之前呢，叫护明菩萨啊，就是补处菩萨。菩萨呢，就是大道心的众生啊，梵语菩提萨埵，声闻缘觉，包括我们凡夫只能自立，就是自度啊，就是自觉，能管自己啊，是小道心的众生。没成佛前呢，都是众生啊，叫迷惑的众生，不觉的众生。菩萨呢，不但自觉了，自度自立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能发广大之心啊，大乘普济之心啊，去觉悟利益，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就能够超越小道心，是自觉的心啊。说我们大家学佛真的啊，念念呢都要向佛菩萨学习啊，不要就做自了汉啊。佛说自了汉呢，就是骄牙败种，知道吗？骄牙败种啊！那你说我不行啊？不行，你要学。说讲理你讲不懂啊，那做事儿呗。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那佛菩萨再来开悟了。那个缘不成熟呢，他没有讲法，他在利林堆里面干嘛呢？啊，行菩萨道呢？啊，六祖慧能在利林堆里面行菩萨道。你看他心大不大呀，各位？你看他是佛菩萨。我们呢，每天都跟佛菩萨在一起，我们还烦恼呢，是不是？有我吗？所以说我们是烦恼的众生，就是凡夫。觉悟了就跟诸佛无二了。佛是觉悟的众生，我们是迷惑的众生，就是因为有我啊。我们要想做菩萨，得发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大道心啊。菩提道就是觉道，就是佛道啊。大道心众生啊，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呢简称菩萨啊。菩萨解释开来，以利益众生为体啊。所以我们大家学佛啊，你能念念的想到为利益众生，那你就是做菩萨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利益众生，就失掉了菩萨的体性啊。呀，大慈大悲的啊，利有情，有名无实了啊。菩萨必须去利益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的，凡夫的菩萨也是这样的啊。受菩萨戒就得按菩萨戒去依法修行，修六度万行啊。六度大家都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的修学善法，修学净法啊，去利益众生啊，规范净化自己，就是修正自己啊。那不是假的，受个菩萨戒就完了，不是这样。要是真的去做，要做菩萨啊，发心成佛，发心做菩萨，说我也要当菩萨，也要做菩萨，那你就得发广大之心啊，要把我给放下啊。佛法讲的是什么？就是看破放下啊。你看破了我非我啊，就放下了。你看破了，知道世间的苦啊，轮回的时间长啊，众生在轮回里面，我们就要帮助他们啊。念你想着帮助众生，那我就放下了啊，就看破放下啊。虽然不能一时的把我放下啊，把我一下就放下了啊，也要学着
渐渐的放啊，就是理上顿悟了，事上呢就是渐修啊，这样就能够减损为自己啊，为自己想的少了，为自己说的少了，为大家说的就多了，做的就多了啊，这是个方向，这是个路子呀。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发心来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最重要的是要有讲经说法的人才啊，就是要发心，像我们年轻人呢要发心弘法立生，讲经说法啊，啊那我不会讲啊，你照着老师说的去做去念也行啊，你复讲呗，没有我的你说的都是佛说的，没有一位祖师大德是说自己的啊，他说自己的他开悟了也跟佛说的一样啊，说我们依据啊祖师大德过来人说的跟佛说的无二，就是弘法立生啊，害怕呀啊，畏手畏脚的就有我了啊，说我们要尝试着去发心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啊，都不愿意做了也还想成佛，猫在屋里就成佛了吗？能不能猫在屋里就成佛了？我看猫时间长都着魔了。毕竟说猫在房间里成佛，你得练去呀。那慧能大师他俩没猫在房间里面呢，那么危险，他跑猎鹰堆里干嘛？就练心去了。他在猎鹰堆里面练心，练他的菩提心。他始终都没退菩提心，这一生都没退这个大菩提心。你看他一进寺院里面他干什么呀，他就在那存米呀提水呀担柴呀，就干这活啊，那把衣钵传给他了就到猎鹰堆里干15年啊，从猎鹰堆里面出来了就开始讲经说法啊，是禅宗呢传遍全世界的，现在我们还受益呢啊，你读了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不就是得利于慧能大师的开示吗？啊，说佛菩萨给我们视线看的练心呢、啊，练念念为众生的这个心啊，你有我，有我这个心，那不是菩萨啊，还是凡夫啊，要把我放下。说为大家要多做，为自己要少做或者不做了。就是这个方向啊，这是一个成佛的道路，我们本师就是这样的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才堪称菩萨依法啊，他放下了自己的国家王位都放下了，没有了啊，没有我了，菩萨是在修因地，修成佛之因，佛是在果地啊，就是说佛呀已经回归本位了，那么菩萨是在修因啊，我们大家今天发心出家就是成佛的正因啊，成佛的因，开始往成佛的道路上迈进，就是越走越近啊，我们真的把我都放下了，我和非我，佛法都放下了，那你就成佛了，念念想到一切众生你就做菩萨呢，念念有我呢，就从菩提道上退下来了，当你念念有我的时候你就从菩提道上退下来了，说为什么我们修行人老实呢，没有是也没有非啊，因为什么，我们心在道上，心无所住就是大菩提道，心不住在一切境界啊，念念想着众生，这是大菩提道。菩萨从因地到果地，按照楞严经说有55位妙菩提路啊，断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啊，由于断惑的程度不一样，发明本源心地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分55个圣位啊，没进入妙觉之前呢都是在修因地，
为什么会有五十五个圣位呢？就是根据呢，啊，你对这个真实相的了达来分的，啊，那彻见本性的，啊，无二无别了，圆满了，那就成佛。我们一定要知道，从发心啊开始，一直到成佛，整个的过程就是归依你自性的过程，啊，不是到外面成佛去，啊，称性吗？啊，跟你自性彻圆满相应了，那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从凡夫到成佛需要这个阶次，四个阶次，啊，罗汉、地之佛、菩萨佛，啊，这个过程。护明，我们的本师在补处叫护明菩萨。护明有两层意思啊，一是菩萨修因地啊，通过行菩萨道，居身心的全体，随顺佛法的净化因缘啊，去利益众生。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啊，放下了悭贪啊，悭贪心是生死啊，放下了贪嗔痴性啊，通过行菩萨道去利益众生，破除我执啊，破除法执，契入本心，回归自性，开发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成就智慧的光明啊，就是成就法身慧命的过程，就是要自护。所以我们大家修行啊，持戒，有的人说了太麻烦了啊，他不要把贪嗔痴除掉啊，贪嗔痴不除掉啊，那么我们的清净心呢就被贪嗔痴给染污了啊，那么怎么能成佛呢？啊，智慧光明怎么能现前呢？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就是让我们自护，你自己来护持你自己的清净心啊，就像我们戴眼镜似的啊，那你眼睛啊，你要自己保护啊，那发给你眼镜了吗？那戒律好比是眼镜，大家要不要把眼镜戴上啊？外面的灰尘时时侵入，知道吗？你戴上眼镜的灰尘再多，它也不会伤害你到你的眼睛啊。那你的心地呢也是一样的，心本来是清净的，那心通过六根啊来对外面六尘，你怎样来了这个尘呢？啊，防止这个尘侵入你的心呢？哎，那就要用戒，要用法，用戒法来保护你这个清净心啊，使心不住于尘啊。所以我们要智护，放下悭贪啊，放下贪嗔痴啊，我们的执着分别妄想就破掉了啊，就契入本心了。另一个意思是，菩萨能够在制度的同时去利益众生啊，去普度众生，使无量众生觉悟，得佛法的利益。发心修学佛法呀，乃至发大乘的普济之心的，也能和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我们的本师一样，达到智护，而不断的破除无明妄想啊，开发本源的心地，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我们的本源心地。这就是护明的两层意识，一方面呢是自护，一方面呢是护他，就是自度度他啊。因为佛菩萨的名号啊，他的意思呢，哎，都是表法的啊。我们通过称念佛菩萨的名号，我们就悟道了啊。你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让我们向本师学习啊，能人能济。能人就是作用，能济就是作用
所做的一切，包括行善呢、度众生呢，都能放下，啊，能即就是能恢复本来面目。啊，我们学佛也应该这样做，啊，在自觉自度的前提下，方便去觉悟众生，去利益众生，啊，共同修学佛法，规范行为，净化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使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啊都是清净的，清净的就是净行啊。尤其是我们是净业学人，净中的净业学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学的啊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目的干什么啊，学戒定慧法干什么，就是清净我们的身口意啊，使身心呢不照染业，没有染污啊，没有衣物啊，有衣物就是染啊。我们再来学习啊，贤劫第九小劫半，人寿命百岁阶段啊，我们了解一下啊是什么因缘啊。我们本师在什么时节怎样的因缘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设教呢啊，于此贤劫第九小劫半，人寿命百岁阶段，余呢是在的意思，贤劫呀就是我们住劫这二十小劫啊，多有贤圣出世，所以称为贤劫。劫是表示时间的最大单位啊，我们现在的计时是一分一秒啊，一秒一分一小时一日一年。年是最大的时间单位了，那个劫呀是用数字没有办法表示了啊，就用劫来表示。无始劫无量劫就是不可计数的时间啊，就是时间长的，没有用那个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计度来计算了。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依赖生存的物质世界啊，包括呢日月星辰呢、山河大地呀、草木房屋啊、车水马龙啊、桌椅板凳啊、饮食医药啊，我们住的空间处所呀啊，它是按照成住坏空的趋势循环不止的啊，就是这样循环的，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循环的。成需要二十个小节的时间啊，像盖房子啊，盖成了的有人住啊，住二十个小节，坏二十个小节才能够坏散，空啊，空了无所有了也要二十个小节啊，成住坏空啊，每一个节需要二十个小节啊，当九小劫半，人的寿命啊，百岁阶段，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机缘成熟了，啊，堪于接受佛法了，所以佛才成愿来到这个世间设教呢，啊。下面说一说这个劫是怎么形成的，啊，先看一看这个世界的案例。这个世界的案例是这样的啊，比如说这个须弥山，须弥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中心啊。佛在经中说，须弥山出海八万由旬啊，在海平面下面有八万由旬，在十方世界一切山中是最高的这个须弥山。由旬呢是长度单位啊，经中说一由旬四十里啊，也有六十里的，总之呢就是在四十里跟八十里之间这么长啊。这个八万由旬你看多长呢啊，三藏法术中解释说，七金山者为山劫有金色光明故也啊，
七重环绕，须弥山外，高广行量，赤地减半啊，庙高即须弥山，为七基山，七重围绕，即七香水海，海印旋流，犹如眷属啊。这个海印者呀，大集经云，阎浮提一切众生，身集于外色，大海中皆有海，皆有地相，故名海印。那在须弥山东南西北咸水海中有四个大部洲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个洲上居住啊。我们居住的这个洲呢，在山的南侧，就叫南瞻部洲啊，就是我们居住的，也叫阎浮提。在山的北面呢，叫北俱卢洲啊，在山的东面呢，叫东胜神州，在山的西面呢，叫西牛贺州，都在咸水海里啊。须弥山山顶为第四天啊，第四天就是刀立天。刀立天呢，在须弥山的山顶，其山半腰为四天王天所居的啊，山半腰有一日月环绕，就是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照耀四大部洲。此四大洲呢，皆为同一日月之所照临啊，故曰一世天下啊，就是一个日月啊，照耀这个四大洲，就叫一世天下。须弥山半山的四天王和四天王天和山顶的刀立天，因依须弥山的地界而居的，但呢不在平地，在虚空啊，也叫地居天。欲界的天主释提桓因的宫殿就在刀立天啊，包括这个欲界天包括什么呢？就是地狱，还有人间啊，六欲天。六欲天里面呢，包括六乘天啊，有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刀帅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在六欲天上面还有初禅三天啊，包括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啊，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啊，四周铁围山为线啊，包括欲界的六天、初禅的三天为一个小世界啊，这就是一个小世界啊，这一个单元空间处所单位啊，也是表示时间的，形成以后能住二十个小节。这样的小世界呀，一千个合起来就叫啊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合起来叫做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合起来就叫大千世界啊。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称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像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佛在经里面呢啊说到，遍满十方世界，百千万亿恒河沙数啊。说我们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啊，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真的知道的有限啊，学佛以后才知道。就像我们这个世界，小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无量无边啊。佛说恒河沙数啊，我去印度了，我还带回那恒河沙了，就我带回那些恒河沙就没有数的啊。你想一想啊，佛说恒河沙，我那恒河沙，那我拿回来那个恒河沙就是恒河里的一粒沙吧，无量无边的，你说世界多少啊，不可思议的啊。世界尚且百千万亿恒河沙数，无量无边，
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圣河，佛就在河两岸弘法布教的。啊，恒河里水是很大，啊，河沙也很多，啊，沙子特别细，啊，颗粒特别细，没有大舌头的，全是细沙的。啊，恒河沙，哪天咱们去看呢？是面沙，这面沙就像风沙一样，可细了。啊，这一平恒河沙的沙石。沙粒的个数就赶上咱们那个出沙子的一桶了，所以佛在比喻数量多的时候常用恒河沙数来比喻，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一条恒河的沙粒上不能够计算，何况百千万亿条恒河里的沙子的颗粒啊，那个数怎么计算呢？不是一条恒河沙，百千万亿，你说世界有多大呀？说我们的心量太小了，就知道咱们这个地球，地球有的地方还没去过呢，知道吗？还没到过呢。地球上的众生的种类呢，我们还不知道呢。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像百千万亿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世界啊，我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数字呢？不能够计算，只能用百千万亿恒河沙数啊来比喻说的。世界尚且百千万亿恒河沙数，法界众生更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世界上的众生有多少呢？无量无边啊，都迷惑沉沦苦海啊，这些法界有情都期望着三世诸佛来普度。佛从修因地就发了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誓愿救度法界有情。我们发心学佛，不论在家出家的都要发这个心啊。当我们知道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没有办法用数字来说的表达的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迷惑的众生，苦的众生啊。我们知道了，那么佛说的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发心，我们要成佛啊！成佛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智慧德能，只有恢复我们本来的智慧德能，我们才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啊，游化啊十方国土，去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不发这个心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觉道，无有是处啊！必须要发这个心，所以说劝发菩提心啊。老法师讲的那个菩提心呢，就是成佛的心啊。你念念想着为众生啊，无我了，你就是佛菩萨了啊。他的建立呀，是受众生的业力支配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啊，是受业力支配的，是我们法界众生六道众生的共业啊，寻业发现，寻因结果啊。这无量无边的世界哪来的呢？都是我们的心造的。我们这个依报世界叫粪土世界，依赖生存的小世界，它的形成需要长久的时间呢，啊，二十小节，就我们这个世界，需要20小节的时间才能成，成住坏空了，这成劫，这个小世界形成的20小节，啊，20个小节，就像造房子一样啊，我们想要盖房子呢，房子不能马上就成为现实。一般的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呢才能盖成啊，如果要盖得好一点呢，可能需要2年3年的时间。世界建立需要一个成劫，即20个小劫啊，一个终结的时间啊，住劫形成以后要有人住啊，这个就叫住劫，供众生安住生息的啊，有20个小节的时间，人在这里面共住，
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呀，建成以后进入住劫，已经过去了九小劫半了。过去的住劫叫做庄严劫，未来的住劫叫做兴许劫，我们现在安住的住劫叫贤劫。经上说啊，贤劫二十增减中将有千佛出世，所以称为贤劫，亦称为善劫。再来看坏劫，佛在经里说，住劫到了二十小劫以后，世界进入坏劫，坏劫开始，水、火、风三灾起来了，毁诸世间。三藏法术中解释大三灾，一是火灾，位于坏劫时，有七日出现，有七个太阳出现，大地须弥山渐渐就崩坏了，四大海水辗转消尽了，大千世界即初禅天劫息动然，无有遗余，是名火灾，就是我们这个须弥山呢，这个世界的众生都不存在了，包括天人在内。为什么说我们要究竟圆满的解脱呢？是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在成住坏空这个劫数之内的，就叫在劫难逃。在劫难逃是说这儿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心造的，因缘生因缘灭，我们在劫内呢能不能逃出去啊？能，灭佛。你讲的都是让你到后来你倒归净土嘛，你要灭佛就逃出劫外了，根盘劫外直播成环吗？说这就是这个中国禅师说的，根盘劫外支波成环，就是你念佛就不在劫内了，就出离了。你说这念佛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大家要深信念佛能把我们度脱出生死轮回，逃出劫外，不在劫内。梵语须弥，须弥华严妙高，梵语呀叫须弥山，翻译成中文呢就叫妙高山。四大海者，即东南西北四海也，这是火灾，第二是水灾，为初禅天以下七番火灾，坏于世间之后，世界复成。又于坏劫之时，渐降大雨，滴如车轴，你看那个雨水呀，像车轴一样，更兼地下水轮，涌沸上腾，大千世界乃至二禅天，水劫弥满，一切坏灭，如水消炎，是名水灾，第三是风灾。为二禅天以下七番水灾以后，又经七番的火灾，坏于世间，至世界复成，又经于坏劫之时，重下风轮，有猛风起，兼与众生业力禁锢，处处生风，大千世界乃至三禅天，悉劫飘集，荡尽无余，是名风灾。这个老法师讲这个火灾水灾风灾是什么？就是贪嗔痴造的那么因为我们众生的心呢造的，所谓成住坏空这个劫呢，就是我们的众生业力感召的再看空劫就是指废墟都没有了也需要二十小劫的时间，就像房子已经倒塌了，
最终是啊，最后废墟也没有了，世界的安利啊是成住坏空的规律循环的啊，这个世界都是循环的，像因果一样，世间的因果跟出世间的因果这样循环。佛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这一切事物啊都是生灭性、无常性、可坏性啊。世界虽然长一点啊，但是也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实体。为什么这样呢？都是循因结果的，循业发现的，受业力的支配的啊。业力这个力量完结了，这种事物就善思了，就没有了啊。我们正报身心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的身和心也是一样的。寿命的长短啊，这一生的苦乐呀，都是受自己过去生生世世所造业力的支配啊。业力完了，哎，四大坏散了，这一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你学佛你要知道啊，我们所受的一切哪来的呀？哎，你心造的啊。你造的重呢，你受的报时间就长啊，你造的善多，你福报就享福报时间长，你造的恶多，你就受恶报的时间长，受苦的时间长。那么苦和乐或跟福啊，它都有灭尽的时候，就福享到头了啊，那就是祸了啊，就改变了。人的寿命尽了，从你福享尽了，哎，那么你的寿命就没了啊。所以是受业力主宰的。那我们学佛教我们消业障，消业障啊，就是把我们的善恶业力啊都给它放下，给它消掉啊，不能够超越业的限制啊，就是在这个成住坏空这世劫里面啊，生死轮回里面啊，这是指成住坏空这四个阶段啊，成二十小劫啊，就叫一个终劫，住二十小劫叫一终劫。坏二十个小节叫一终节，空二十个小节也叫一终节，是个终节，八十个小节又叫一个大节啊。一大节包括成住坏空四个阶段。现在我们住节二十小节已经过去了啊，九小节半了啊，我们在住节里面，在这个住节啊，已经过去九小节半了。啊，劫是表示啊时劫因缘的啊，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小劫是怎么来的呢？啊，那先讲来历啊，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的来历呀 啊色界光阴天的天人啊，他们乐多苦少，失一得一，失十得十。无需劳作，他们所住的环境呢，就是医报世界呢，环境呢是七宝俱全，琉璃宫殿啊，宫殿是琉璃做的。虽然也有佛法天道也在生死轮回里啊，但因为他们的乐多苦少啊，苦的逼迫呀不那么严重，所以他们不施出离啊，就是说享福啊他就没有心思要出离了，因为贪着。他们具有五种神通啊，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建立，就以神通啊神足通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游玩啊。天人住劫劫初的时候，世界刚形成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世界，七宝俱全基本上和天上啊差不多啊，人天相通的啊。光阴天的天人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建立了，发现了新世界，来这里面游玩啊，来旅游。当时娑婆世界长着一种植物叫做地位啊，也叫做地肥
天人贪着饮食，就采摘啊贪食这种植物啊，因为这种植物呢又甜又香又美啊，诱发了他们的贪心。贪食以后呢，就失去了五神通了啊，没有办法返回光阴天了啊，就得在这个世界安住了啊。你看旅游出事了，知道吗？吃了这种食物以后，再想恢复那种五种神通恢复不了了，想回光阴天就回不去了啊。由于吃了这种植物，也是业力的支配，分出男女的相貌，有了男女之别啊。因为天人没断除五欲啊，食欲、淫欲、味欲、睡欲、处欲，男女互相的贪爱啊，就在这个世间繁殖生育了啊。人就这么来的啊。佛在《启示经》里说，从此我们这个世界就有了众生了啊，就有了人住了啊。结出的时候是琉璃世界啊，世界是庄严的啊，就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很庄严的，福报也大啊，不用劳作，寿命也长啊。一开始光阴天啊，这个人来的时候是84000岁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最长的是100岁啊，100岁左右，或者是70-80岁呀，或者是110、120的，最高的也就120啊，很少有更大岁数的啊，就是这个幅度的上升跟下降。那么为什么我们人寿命减到100岁了呢？由于众生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贪心就越来越重啊，嗔恨心也越来越大，愚痴心也越来越严重啊，心越来越浊恶染污了，所以罪业生死业越来越重啊。寻业发现，寻因结果，寿命也随之而减了啊。你看我们修行人呢啊，真正你看那些大德高僧看门啊，都是80岁以上的啊，100岁还有100多岁的啊。为什么呢？他们的清净啊，他们心清净啊，所以寿命就长。寿命随之而减少了，就谓之减劫啊。每100年人寿命减少1岁啊，开始84000岁。过100年人寿就减到83999岁啊，再过100年人寿就减掉83998岁，减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在经上说啊，这是劫运啊，也是众生业力所感的。人寿84000岁的时候，福报很大啊，地面是7宝俱全，没有高低不平的啊，饮食啊、衣服、卧具啊等等的自然而至，一点力气都不用费的。后来因为人的心生贪嗔痴啊，越来越严重了，饮食渐渐由蜜酥妙味、甜香美味变为粗制的五谷杂粮了啊，寿命呢减到目前的不足100岁的。还在继续的递减啊，将来减到人的寿命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味也隐没了啊，或者变味儿了，我们吃的五谷啊就变味儿了，五谷已经没有味道了啊。既有饥饿的灾啊，7年7月7日大旱无雨，草木不生了，人类多数都受饥饿逼迫而死亡了。你看我们现在的时候，大家就时候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啊，水灾啊、火灾啊、风灾啊，灾难特别多啊。等到人寿命30岁的时候，那个世界就变成那样了，恐怖不啊？五谷都没有味儿了。
也没有营养了，啊，就得改了吃吃其他的食物了。人的寿命减至20岁的时候，有一场瘟疫灾，大多数的众生由于业力的支配，避免不了，啊，在瘟疫流行中失去生命了，人就死掉了。人的寿命减到平均10岁的时候，有一场刀兵劫，啊，这时一草一木都变成杀人的凶器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嗔恨，互相的杀害，啊，佛在经里说的非常严重，啊，父子之间，啊，父亲认为如果不把儿子杀掉，儿子非得把我杀掉，反过来看呢，儿子也是这样想的，人心残忍到了极点了，啊，父母、妻子、兄弟、眷属等等的，互有杀害心，啊，因为业力所感，随便拿起一件东西啊，都能够成为杀人的利器，所以所谓的草木皆兵啊，这样见人必杀，逢人必砍，如是互杀互砍。经过7日7夜，有一些有福德的众生呢，一看太残忍了，产生恻忍之心，跑到山林，隐于山野，避过了这场刀兵灾。剩下的众生继续繁衍生息啊，人寿减到10岁为止，就不能再减了。人寿减到10岁为止，又从10岁开始，每100年增1岁。啊，为之增劫，啊，为什么又增加了呢？啊，所剩的这部分人有恻隐之心，就像大家要发心出家了，要发心行善了，有这个心了，啊，经过三灾以后啊，人心妄想减损了，减少了，罪业消了，善根增长了，随着觉悟了，离心净化了，人的寿命啊，福报也随着递增了，但是100年才增1岁啊，太慢了，一直增到84000岁，这一增一减就叫一小节啊。同学们，你说这个时间长不长啊？啊，这就是我们在轮回里面，长劫轮回里面就这样循环的，成住快计坏空这样循环。我们这个住劫呀，得有20个增减啊。就这样的反复增减，有20个增减，前8小节是空劫，没有佛法，到第9小节减劫的时候，人的寿命60000岁的时候，有拘留孙佛出世，这是我们贤劫的第一尊佛啊，已经是过去佛了。人寿减到40000岁的时候，有拘那含毛尼佛出世啊，这是第二尊佛出世的。人寿减到20000岁的时候，有迦摄佛出世啊，这贤劫千佛已经有3佛出世了。迦摄佛的法灭了之后，就是距今2541年的时候啊，人的寿命100岁阶段，贤劫第四尊佛，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出世了。到第9小节，人寿命减到10岁的时候，啊，从10岁过100年增1岁，增到84000岁，即到第10小节，再减到80000岁，啊，弥勒佛出世了，是第5尊佛出世，啊，大家知道贤劫千佛出世，现在才是第4尊佛出世，啊，多长时间呢？你算一算。弥勒菩萨今在刀率天的内院，将来56亿7000万年下降人间成佛，在华林园中龙华树下成道，龙华树下三会，度尽天上人间上中下三根的释迦牟尼佛有缘的众生啊，我们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佛，皈依三宝了，已经种上成佛的因了，我们今生能不能成佛啊？那么就看我们
是不是真发心了，要不然就把这个因种上也行，等着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啊再成佛。嗯，十小节到十九小节有994尊佛出世啊，加上前五尊佛啊，共999尊佛，最后到20小节圆满的时候，楼智佛出世。楼智佛就是我们的护法韦陀尊天菩萨，他老是我们贤劫出世的最后一尊佛，这千佛就圆满这一劫啊。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南无观世音菩萨。